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红火球。虽然现在心情不太好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一次活动在做什么啦。然后我相机，靠，这是渔港都可以进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哦。好好，谢谢。我刚刚得到了一个通行证、工作证，嘿嘿，所以我就是工作人员啦。有没有一个什么绳子可以绑一下？好，就先把它绑在这里好了。那我等下慢慢骑而已啦，应该不会飞走吧？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去看一下这次活动吧。管他为什么原因，心情不好啦。总之，现在可以去逛活动，是还可以，还不错的 GTR，而且是一代 GTR。好，那走吧。很久没有骑这台了，两天，停在这里两天了。踩一下又发起来了，不错。好喽。跳了跳了，没事。那这就是第一个活动区域啊，烤鹅啊，这个烤鹅超便宜的哦。这个烤鹅整组办起来，因为政府有观光补助啦，所以你观光客要付的钱真的超少的，超划算的。那明年不知道有没有，如果明年还有的话，大家记得来抢位一下啊。那3斤的鹅啊，只要150，然后还有含那些锅具什么的，这已经比自己去买然后自己来烤还要便宜非常多了。所以有兴趣的记得要赶快报名啊！明年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便宜了，就是啦。如果明年没有这么便宜，不要找我啊。那现在这边就已经不是活动的场地了，这边就是我平常会逛的地方啊，就是冰店，然后超多人的啊。对，那这里只是我的老家啊，所以你来这里应该是找不太到我的。其实王宫也是还蛮适合重机来玩的地方，因为它刚好在六一快速道路旁边而已，就下来吃个饭啊，吃个蚵仔什么的都可以，还不错。来玩的话，就是尽量带着来玩的心态啊，不要说你会买到便宜的鱼货什么的，应该是很难啊。好了，因为我有工作证嘛，所以说我可以去一些一般摩托车不能进去的地方。不过其实我家在里面，所以我就算不能骑进去，我也得骑进去就是了。哇，你看这边停车停超满，都停到那边去了。大家可以把车停在这边，然后再用接驳车过去。然后这边就是管制啊，有没有管制？我就有通行证就可以过去。我工作证有啦。有证件吗？没有证件往前。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拜托，我谁？地头耍你。好，那总之，因为这边一定会很多车嘛，所以这边是有管制的。那大家都用走的，我跟你讲，走的不行，你一定要搭接驳车，有接驳车可以搭，一定要搭接驳车啊，用走的走不到啊。那这边其实也有一些小工厂，哇，大停车场哦。免费接驳站就在这边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搭公车啊。会场入口在右边。哇，之前这边是可以直通的，现在没有办法过去了。哇，我真的好爽哦，真的是工作证无敌哎，好爽啊！要用直拳啊！今天活动办得还蛮好的，都没有说什么特别不舒服的地方，今年真的还蛮舒服的。然后今年的天气又非常的棒，各位可以看蓝天白云。重点是白云啊，不是蓝天啊，很热啊，没有白云很热啊，今年真的是很棒啊，我觉得算是我参加这几年来办最好，而且今年真的办得很盛大，然后因为有旅游补助的关系，所以今年的东西又特别便宜。之前有去那个风力发电机拍过影片，就是我们的迪爵骑乘的影片，四驱迪爵的影片，那迪爵已经坏掉了，所以应该也没有要去修它了啦。哇，绕这圈蛮大圈的，绕了蛮大圈才到渔港的。好的，虽然应该不会有人想偷我的水，但是没关系啊。说起来，平常都会来这边吃饭的，其实我应该坐接驳车来就好了，但是我想说有工作证方便，就给他骑进来了。然后有各种的平常没有的东西啊，平常不会有这些东西啊。这次的警员还蛮多的，不知道是真的警察还是临时加派的资源而已呢。平常这个地方都骑车进来的。那现在这次活动就超多人了，啊，完了，风超大哎，我没有带麦克风，我听到空拍机的声音了，应该是有人在空拍，不知道是自己在飞的空拍机，还是活动单位在飞的呢？那这里就是那个停车场，就是原本这个渔港版就有个这个停车场，那现在就是，因为人太多了，所以没有办法给一般的车停啊，所以全部都赶到另外一个更大的停车场去了，那要来这边就要搭接驳车。那停车场也变成了更大的会场，
花博会看到小玩意儿出现了。主办单位的活动厕所也是给的非常的充足啊，就要看打扫行不行了、啊。哇，真的很热闹啊！很久没有看王宫这么热闹了，连舞台都有哎、欸。哇，很多人，而且真的是完全不会有汽车、摩托车在那边跑来跑去、走来走去，这感觉就很爽，整个就是徒步区。对，刚刚还有一个人还想骑摩托车进来啊，谁啊？哦，真的很热闹哎。我这边有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小孩玩水区，有没有？有小朋友的，记得带小朋友来玩一下这个啊，球球区。然后还有，这是迷宫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是什么。什么体验？体验什么海带吗？这有写入口或出口吗？没有。什么体验海带？等一下，它有些坏掉了。哦。是一个迷宫的感觉吗？我是好像从入口进来哦，喷水区，把我的手机降温啊，不然拍片手机好烫啊。哎，结果这边没有路可以出去，好吧，那就没有路了，只能原路回去，因为另外一边也是差不多原路回去的意思啊。超简单小迷宫。哎，出来了。那再来这边就没有什么东西啦，就是一般的园游会的东西而已。我想去海边看一下海边有什么不一样、欸。平常这边都是停车场所，就是停汽车的，哇，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收音收得很差啊。但如果我有开车过来的话，我通常都会停在这边啦，因为这边刚好就是离那个餐厅最近的。那平常这边是，就算你横着在路上开车，也不会有人管你啊，因为这边都没有什么人。现在人超多的。我没有办法啊。好，我们来到了海边。哇，海边也是超热闹，那个桥上都没有人欸，是管制吗？这我不知道，我也没有走过去啊，但我猜是管制，因为那个桥是王宫的景点啊，大部分人都会走上去看一下。再来就是那个灯塔也是大部分人都去那边逛一下。哇，那边有个舞台欸，我们赶快去舞台那边看一下好了。这边有观光用的三轮车，各位不瞒各位说啊，我三轮车都坐到爽啊，哈哈，不信我放一个片段给你看。是不是三轮车坐到爽啊？啊，重点是这个音乐季耶，哎、欸，这也太爽了吧！